你觉得要不要抓他？我自己肯定会抓。那你就抓近一点，拉近了，脸对脸那种。你说的时候不要捶到我，好痛刚刚。再近，再近，拉到脸前，对。抱出来，在这儿抱出来了啊，好吧。这个咱们就先不试了，这个位置还有这关系，你知道了啊。激烈的时候挺往上，其实演员已经在这等的嘴巴发白了。轻轻。啊，在这儿啊，啊，明白了，爸，欢迎你们。哈哈哈哈哈！太逗了！把几个位置定一下，你那个切的时候搂脖子切，哎呀，受不了了！毛毛真是，一看不对，这也蒙眼蒙了。来，过来，等等不开，我来吧。行好，来，我们直接等会儿。一，来，一，二，亮着亮着亮。哇！我有点扎。不是有点扎，真他妈扎！你把这叫人家拍个我行不行？你也懵了，他也懵了。你刚刚那反应特别好，没唱。你要占我便宜是吧？完了以后，欢迎光。你那个就好玩了啊！好的好的，好吧，嗯、好，简单调整。然后囧囧在外面就配合一个事情，把下巴壳笑掉。剧本是这么写，那个你是这样的，先是。抓上去，把木剑给弄好了。叫你呢，你在干嘛？在我这就看你。你把那个水壶打开。打开。我就沾一下味道，绝对不会进肚的，不会进肚的。嗯，牛肉味。天哪！停！咱俩整天在一起，咱俩整天在一起，没这个必要吧？啊！一下就行了。别那么羞涩，别那么羞涩。我演出来就是很羞涩。就是咱俩整天反攻，就前面就中间那一下就行了。咱俩整天在一起，没这个必要了吧？太硬了，咱俩决定在一起，没这个必要了吧？可以，来，来，准备，来，准备，来。慢吗？你要是这么慢，我也喜欢你。那个无比多慢啊，小男子汉，耶！生日快乐，快乐，谢谢。这啥玩意儿？啥呀？
不行，我们不可以用脚，好不好？等一下。